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跳一首，这是很特别的舞蹈，因为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施美英女士长，然后这样子在疫情中，然后帮助我，然后这个场地，然后所以呢，她平时她有在做一些体操，那所以我就看，哎，我昨天听到这个童年音乐，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又是老歌，老 DJ 版，那我就看一下。就把它组起来跟大家分享，那很简单啊，很简单，那它有前五第一段第二段，好，四个八，每一个段都有四个八，好，从眼前拉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脚只有做踏并步，踏并为并加上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右脚重心，双手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接下来右手推，左手推，好了，装可爱，装可爱。右手推，左手推，装可爱。好，这样总共四个八拍。第一段的动作，来，可以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有一句话叫老勾追哦，啊，对，不要忘记，请各位这个什么小叮当订阅。其实我是讲好玩的，其实虽然我不是啊在经营 YouTube，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记录。感谢大家，我的订阅要冲破1300了啊！希望大家啊能够从我的影片啊得到很多一些舞蹈上面的技巧啊，最重要健康，运动健康。第一段一样四个八拍啊，这个是我学他的动作啊，你手部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手尽量拉直，只要万一你就是手有受伤或什么样，这个部件这个动作很好用，我尽量把你的手拉直，而且对你的线条也是很有帮助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手手尖，好，注意呢，你在手尖的时候手带动是由身体在当做一个动力，所以呢，我听做一句话，你在按摩的时候不是手去按摩，是用身体。同理呢，我在跳舞，为手在动，我是用身体在跳舞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在前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做一次手在动的感觉。各位不要喷饭哦，这个就是手用手跳，然后你要呢用身体去带动啊。接下来呢，第四个八拍啊，对，来锻炼你的手哈、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右并、左并啊，很简单。第一段有四个八拍，我为各位连续示范一次四个八拍的动作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接下来第二段的动作，一二沿着手，一二三四拉拉拉，二二三四点点点。好，接下来右手上三。二三四，扩胸扩胸扩胸，好，接下来这个也是他的影片、哦、我把它串起来起来，踏勾，好，这个呢右手前伸，左手在胸部这里，一二甩头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最难的动作就是这个第四个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以上第二段四个八拍。看我连续为各位示范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换边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童年的 DJ 舞蹈。要谢谢我们这个施美英理事长提供音乐给我，其实他在运动被我听到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罗大佑跟张艾嘉一起合作的音乐老歌，感谢大家。